姐啊。嗯。走走走。哼。行，没问题。虽然说大家，虽然说我老板那个声音有点假，大家听着有点难受。咱毕竟是陪玩，咱接了老板单，咱你这玩的这是个啥？咱心里面确实有点抱怨，有点挑剔。但是咱既然接了，啊、那就咱就先好好打，先好好打，嗯、对吧？光顾听你们说，我们肯定是愿意接那种的。咱们是不能去上路呀？来我中路随便接个去干嘛？管他去哪儿呢？你也太操心了。这才打一级团，你着什么急？那不可能天天接咱们自己喜欢的、哦、对吧，这就又舔上了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，啊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，哥哥等我六级啊。我们做到，我们要做的不是接我们喜欢的老板，而是要做到让每一个不喜欢我们的老板喜欢咱们。那我们这个陪玩做的就 OK 了，是不是没毛病吧？服务一定要到位啊。我必须得到位。看看他拿个帕森打这个结，哎呦，搞不好一会儿要被人家头打烂喽。你看我石碑哥哥一会儿就拿一个一血，你上路拿个石头人能拿到什么人头呀？等会儿你就知道厉害了，拿个一血给他们看看。真的是没见过世面，你倒是很着急、啊、该不会是因为没有到过这个层面，都是天天跟菜狗玩，哪知道什么呀，对不对？就好比说不要太看我直播的，不是每一位观众都喜欢我，而是我要做到不搭理你，他厉害有啥不喜欢的慢慢喜欢，说话人家都不理，对对没毛病吗？就是你看他都不理你，你这老板当我没有不理啊，我在找机会杀人呢。就是啊，哦是吗？那肯定啊，在杀人呢。刚开局就想着杀人啦。那不杀人还干啥呀？还挺知道自己要干嘛的嘛啊！咱不是比人头吗？对呀、啊，可不就是比人头吗？对呀、啊。你怎么刚来就怯场了呢？行不行啊？到底、啊、你哪个耳朵听到我怯场了呢？我们是比人头，又已经怂了。你哪只耳朵听到我怂了呀？啊！我听你这说话底气也确实挺不足的呀。说话为什么要底气呢？我用这个键盘有那个鼠标去打游戏，我又不用靠嘴。是是是啊，对对对，最好是上手玩、啊。哎呦，上手玩、啊！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有人送了一血呀？哦，他玩石头人是吧？石头人果然就是不行。那怎么了？送了一血。打苍蝇，你前期你着什么急？哦，你玩石头人是吧？送个一血给对面，那省得你们俩要因为抢一血。我看你一直在这说的，我还是先把规矩说一下，免得到时候烂人头。还是老规矩，每把结束一算，就算两个老板不能烂，只比人头，只比陪玩的人头，游戏一开始一血会多加一个，五杀多加五个，单局任意一方超过五十个，两个人男陪人头差自动加倍八十杀，自动三倍一百杀。自动四倍，看积分面板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每局人头输的男方老板要求向两个陪玩下一把玩什么英雄，比如说战士、射手、法师、刺客、辅助，听懂了吗？这还需要你来复述一遍了？你跟我打这么多回了，我赢你那么多回了，我还不知道规矩吗？我这不是怕 你输了你就赖吗？谁赖你了？我怕你赖，宝宝。这屌猫杰出了个多兰顿，然后这回又来给我送。我怕你赖，你可要记牢了，可不能赖哦。哎呦，我输了你那么多，你看我赖过一次吗？我不还是追过来跟你打吗？最好是。我要你怎么输了，我就怎么赢回来。好好好。石碑哥哥牛批。还行嘞。哎呦，这才刚开始拿一个人头就开始这么狂，你这以后怎么了得啊？马上杀个人给他看一下。走了。极限反抗。他一个石头人没有大脑的意识，你还指望着他杀人呀？好难哟。你怕是对人，你怕是对我们的实力一无所知。不是，这怎么老？也就是刚刚选英雄的时候，光听你们在那里。这也能怪到咱们？你选英雄还能怪我们啊？不是吧，可以拿这个人头，可以拿啊，他回血了。我没有蓝，我杀不死他。
没事没事，稳一点，不着急啊。他想玩石头人嘞。就他们俩加起来都打不过你一个，你怕什么？就让他才拿一个人头、啊。你是玩嘴的是吧？这打野跑过来，看我家旭飞哥哥认真打游戏，你就害怕了是吧？赢了你两局的，是吧？实打实赢了你两局的，我会怕这一点吗？真的是，你上次被我打哭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前天还被打哭了呀。啊哎，太胡闹了！我操！可不嘛，没事，前面前面打的、这个，我相信你，今天你肯定会给我赢回来的。那不一定啊，打这个普朗克，他手比我强，那不一定赢回来啊。姐，那不一定赢啊。姐，万一输了，你别怪我。我相信你，旭飞哥哥，我不会的，旭飞哥哥。就开始这一种哦，就开始啊，我赢了，我要是输了，你知道什么是谦虚吗？小锅了，啊，懂什么是谦虚吗？哎呦，太是是是谦虚，不知道是谦虚。哎，那确实。你妈的，这个视频怎么自动放声音了？别说话。我真服了，这 B 站怎么自动放声音了？吓老子一跳！我操！这就拿个人头给你看看，拿个人头给他看看。这个狗，至少比你多吧？那船长手稍微比他长一点，这有什么的？你也就只拿了一个人头，你在狂什么？对不对？你这玩至于说不好这一个人头，石头人能杀人吗？尊嘟假嘟！我操！真假多，才一个石头人，你还指望着你在南培乱杀？趁现在多补教一会儿，免得一会儿张不开嘴。这人头怎么让他拿到了呀？尿都吓出来了。打得好啊！吓尿了。他知道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家旭飞哥哥是单杀，你还要打野吧？姐，我来下了，我来下了，我飞了啊！了我飞了，我飞了啊！我们可 OK。我飞，姐，我来了，飞了。我操！我这一标差得很。来我这儿来抢人头来了。来，我操！差点给他抢了。快！哎，抢不到。思绪被哥哥杀。我靠！这个女警还想抢这女警。这不我的小狂没抢到。怎么还想抢人头呢？小问题。一两个人头。太酷了。怎么还想抢人头？哎我的妈呀！还行。我闪现过去都没抢到，真的是很恶心。有人一杠一，有人三杠零，可能这就是差距吧。哎呦，这波我的，小狂你稳住啊，没关系的。他就是过来看着捡了个残血而已，没事的。你的实力还是在线的，好吧？有打野，小心一点啊，石贝哥哥。面对我，好嘞。哎呦，他怎么已经过去了？挺难得呀，啊！把他，操！本来可以省个闪呢，妈、啊、这打野直接交闪，直接他妈的炸我的，恶心。不是我跟你说，你要认真一点了，小唐，你这把你要认真一点了。下路刚刚这两个人头还挺肥的，让他下来抢了人头，太容易干嘛呀？这局，你要找机会来拿头，知道吧？杀我，嗯嗯，他们可能看你太肥了，石贝哥哥。嗯，小心一点，我又眼着过去给你多视野，能勾到我啊！好嘞，很离谱。走。哟，好妹妹。你现在各个两个人头，着什么急？着什么急？我是不着急啊，咱们就是说，当时打的时候，他不急，我们就更加不急了。你的实力我还不清楚吗？但是你要小点心啊，他这刚刚可是这一波我来下了两个人头。OK， 是被哥哥来。哦，这里应该有眼，被看到了，他们应该看到了。
我应该被眼看到了。没事，把兵线吃了，把兵线吃了。我有大了，我有大了。我下路的线了，你去吃他中路的线。这也算呢？把这个经济差给他拉开。吃我线干嘛？我在下路帮你补线呢。我刚去中路，去中路。我在这边给你插个眼。小线什么的都倒。好了好了。没问题没问题。我去回家不太好搞。哎，不对。姐，你要干嘛？走，我要上你，我以为你要去杀那个少鲁。哦，是吗？你上我干嘛呀？你这都舔到这种程度了。哦，要不要跟着你啊？现在？你现在不是你这都舔到这种程度了，还得要你去这样子去舔着他，帮着他，他才能拿到人头吗？啊？到底行不行啊？别让他抢着人头。别让他抢着人头，他要抢着人头啦！不是你在干嘛呀？我们打到残血他过来的。啊？飞了个大头。怎么着？你们要杀不死呀？我知道你。塔下有人，塔下可以杀。他让他去当大冤种，但是你跟紧一点。哎，阿紫，你怎么不带昨天那个男陪？我操！这个皇子真的妈恶心。漂亮，操！我操，这打你这样的，用得着要我昨天那个吗？怎么着，你还想被打哭啊？啊，你别着急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带一个这个，你也打不赢我们水杯哥哥呀！你在急什么？我就是选错了个英雄嘛，让你这嘚瑟了半天。我操，没 Q 死。姐，我来下了，我来下了。问题不大，我有大了，我有大了，来来来来。他这个支援能力好强啊！你也得没秒掉，妈差一点，老是待在上路，上路只有一个人可以杀。下路有机会，这两个头应该是可以拿的。他会把塔拆了，那个什么？可以，我直接放大招。把塔拆了，强杀你。直接跑了那边，真服了。没事，能杀一个就行。还行，哎，杀了，伤害起来了呀！是他又在下路拿人头了，你抓点紧啊！射来了，没来射，对，不射了。哎呦，他不来了。我这个也知道是英雄的关系。我马上。是你稳着点。他走了。怎么有人才拿两个人头呀？回家了。不急，我回家补装备了。怎么着？这局游戏马上就要结束了吗？啊，你在急什么？我上次我看出来了。不亏，赚的。哎呦，不亏。换了，不亏。他直接去我下路拿人头去了。Okay. 他直接去我下路拿人头去了。你看他有多有心眼啊！啊，那么玩这个傻逼英雄啊！他那个。飞大跑得快，来一个，没带 TP，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选这么个英雄。那你看他当时选潘森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呀。有大了，肯定是好 K 头的呀。是不是哥哥回头接我一下？出CD的，出捡 CD 的，把你的大招 CD 刷起来，然后去拿人头。那你们也去游走呀？好，马上。船长没推了，抱怨。于是我握起长枪，我中路都在这儿半天了，也没见过来杀他一下。我有大招了，跟着他，我马上来。这杰太怂了，杀不死。在路上，跑他两个兵。啊，这个杰他妈是真厉害！快上他，上去抢他人头，快点！注意，还行。哎呦，这个人头怎么没拿到啊？我的天哪！怎么还不是？你在急什么呀？这么着急就开始越塔，在这里拿人头，怎么着？怕活不过下一分钟了吗？啥意思啊？不是给我拿人头了干嘛的呀？哎，我还不能越塔拿头。怎么还越塔在这里送着拿人头啊？不是我还什么呀？怎么着的？活不过下一分钟了吗？马上这个游戏就要结束了吗？啊，这么菜的吗？行不行啊？看吗？对对，还好吧，七杠三还行吧。
七杠三真还行。七杠三，你家男排二杠四。七杠三这真还行嘞。快点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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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过来了。哎呀。他开大过来了。哟，走位这么好吗？这个小子。在这边。解加速。他闪现了。没事，加速。他拿不到就行。我给他解速。还行还行，被我给抢了人头了呀！我们双杀，行不行啊？我们双杀，那又怎么了？我们双杀没看到吗？一个老板抢到了人头，双杀怎么了？双杀怎么了？人头，那人头还不是快点，这个人头可以拿。双杀还人头还不是被我给抢了？还不是被我给抢到人头了？什么东西？那你在男排怎么抢到被我给抢了人头了？没抢到人头，我刚刚不在的，没抢到人头。你在呀、哦、你眼皮底下的人头你都拿不到啊，眼皮底下的人头你都拿不到，你还挺有理的、这个、没给你老板拿到人头还挺有理的。男人的眼光不行，还非不听。九杠三，你可以说那些垃圾不行，但你不能说我虚杯哥哥不行。我看他就我们是不是领先了几个头啊，就开始这么狂，怎么着？等一下，等我们小狂石头人起来了之后，这边人头还不随便跑到他脸上去，让他给杀了。怎么有人副战机啊、就是？我没看错吧？怎么回事呀、啊？怎么有男陪副战机啊？你用不着，用不着在这里，用不着在这里阴阳怪气、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小狂不用被他影响了。主要是你选的这个英雄也太傻逼了。我去下路带了啊。我扔。我跟着你。感觉打不起来，中路感觉打不起来。嗯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好笨重啊，根本就是不好拿人头。你打什么局？你不知道吗？玩这种英雄。甜甜。漂亮。我刚选英雄的时候，那边又猛猛杀人。中路感觉有机会啊！他杀我，你快点、啊！中路感觉有机会啊！没事，下去我给你人头了。哎，这为什么不死？哎，这为什么是我的头呀？你看看，哎，为什么我滑过去，他那个经过的地方传导不死呢？打架的时候没见到人，打完之后他来了。是的呀，你要学着点啊！你要搞清楚打什么，对不对？这啥意思呀？这局没看懂。哎呀，我真该死呀！这个头，哎，我真的。姐，你那个打架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放 Q 啊，别放 Q。棒呀 ！OK， 加血就行了。直接把 Q 完了。好好好，好的。不是，你也要抓紧时间发力了。这船长怎么不死呢？这船长没死。马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我现在差不多了。路灯。就是这个游戏的氛围让你觉得太轻松了啊，三杠法装看战绩你就三杠五，现在你还三杠五，对面男排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来的时候不是信誓旦旦的说吗？你最好趁现在多叫两句，等一下就没有嘴了，对对对，等一下就叫不出来了。选错了个英雄让你在这嘚瑟一下吗？选错了一个英雄，让你老板来买单是吧？你赢了吗？往后站，你怎样？你要死了不好杀了，现在啊什么呀？不好杀了姐，太惨了，技能清六。看你死了之后，人家不是直接拿人头？人有点多，我被虚弱了，他也得死。我被虚弱了，太肥了，对面。没办法，五个人，对面全在这开始抱团了。我刚刚在后面那也让他有点肥了。嗯，我都跟你说了，让你那会儿不要在塔下，不是你玩个笨蛋英雄，全崩了，全炸了，全他丫的崩了，我真他妈服了。不是你这个石头人的脑子让别的石头人借走了是吗？他这把还好，他玩石头人。前面都跟你说了要玩。还行还行。他现在还让他这里领先我几个头。这把属于是菜鸡互啄了。领先了七个哦！哎，我漂亮！来，
撤，该撤撤，让他去被他们三个人围着打。哎呀，太鸡巴恶心了！这什么伤害呀？这是。嗯，这什么伤害？你死了你就问什么伤害，我死了你就开始叽叽喳喳。我刚溜了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那我在续杯哥哥就是比你厉害。哦，可不是嘛，确实啊，现在也就领先了六个人头，领先六个人头，两个人谁的一血也没拿，漂亮。那一血不是你家的先送了吗？太肥了，这对面。这不是为了给你们缓解一下压力嘛？要不然我们直接拿了一血，你得多难受啊，对不对？回头又被我们碾压着打，赢了一样，你这么好意思？到时候又哭了，我可哄不过来。飞下了啊！好。哼，那个屁哼！你看你这徐哥哥也不聊你，你这一天天的还跟着屁股后面咯咯咯的叫，有什么意思？这你不死？你这游戏打的也就那样吧，我也没瞅着有多厉害。这你必死！品尝空气的味道是我们的荣幸。11个。11个头，这领先那么几个人头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还以为是赢了呢。这蛋，我也跟你走一块，六个吧，六个，离你那个700个有点遥远了。那又怎么了？嗯，要不是我们家小狂选错英雄了，你觉得你能领先到人头吗？我来帮你了，我来帮你了，能赢多少就是多少，没有压力了，好吧？没压力啊，好嘞。没压力，没压力。我大了，等会儿。我相信你，徐贝哥哥能赢多少就是多少。好嘞。哎，我操！哎，节奏不到。哟，石头人什么意思？哎呦我的妈！有点伤害。石头人想大招抢人头。被他杀了。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那你怎么了？本来就是要拿人头，拿人头的局我不拿人头，我不抢人头，我玩什么？他去杀了。哎呀，一枪就死了，哈，真没办法。一枪就死！小狂，你这太鸡巴狠！我可是要扣工资的。嗯，是你自己选的，伤害好高呀！对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12个头，路还长呢。你下一把最好选你自己最擅长的，我可不想再让他在这里给我上嘴脸。好好好，就这么领先几个头就嘚瑟上了。没事，我下把拿稳。姐，我们嘚瑟了吗？我们也没嘚瑟呀。怎么恶意揣测呢？不是这个船长什么伤害呀、啊？我怎么就嘚瑟了？嘚瑟啥了？啥时候咱们嘚瑟了？奇了怪了！什么？什么奇怪？抢人头了！你还又说抢人？哎，你刚才我说你们抢人头，你说的啥呀？咱不就是比人头的吗？现在又说，哎，他怎么抢人头？我来帮他。我来帮你，我帮你 A。我吃了个大，我没大招，打不过他。哎呦，扛不住呀！哎、呀差一个 Q， 还行，让黄子给挑起来了，挑起来了，打不出来了。没办法，下把可别再玩这个傻逼英雄了。13-8，我的。兄弟们，看看对面战绩啊！上单8-5，打野9-4，就中路1-6，100刀。ADC 16-4，就唯独对面的中单是没有起来的。首先，我们的对位是没输的，但是边路在养爹，确实不太好打。确实不太好打。你不要急，好吧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你们玩过这个英雄联盟，你们也知道边路养爹的话确实不是很好打，跟咱对线的这个杰已经炸了。干嘛嘞？你去我手家。哦呦，太肥了。来，对面三个大残过来，好吧。没大招，哎呦，大招我就过去。太肥了，怎么又是借口了？兄弟们，你自己看嘛，劫2-6，其他人全炸了，哎、全炸了，好吗？打成大招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打成这个样子、啊，养爹了，那没办法了。妈，你进去你也死呀，你们家的进去你们也死、啊。那怎么了？你没死吗？那怎么了？你们没死吗？这把游戏也就是小小的试一下水而已，没关系。下一把的话，他玩他擅长的，让你们知道。等一会儿可能又丢哭了。行，第一把赢了，兄弟们，再拿一个，怎么说？还行，再拿一个，
我看他水平也就这个样子嘛，你区区赢五个头。好，我的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这把一下，刚刚那几天一下没选到，这么大。